都心照不宣地穿上了秋裤，真后悔扔掉那条穿了38年的秋裤，除了破了些洞，短了点，其实还能穿。买不起秋裤，那就只能用两斤羊肉来弥补了。切点姜片，去腥增香；一块陈皮解腻，一块白子去腥去膻。从牛身上切下来的羊肉，冷水下锅，不要钱的白酒倒点，焯水3分钟，中途泡泡要捞干净。焯水的一步很重要，腥膻味会减轻一半。热锅凉油，姜片炸至干香，白子陈皮下锅，一勺豆瓣酱，炒香炒出红油。羊肉火锅要想好吃，那还得要用上川味的火锅底料。炒化开后倒入羊肉，炒至上色，加入生抽蚝油提鲜，不要钱的白酒去腥。炒匀后就把水加够，煮开以后就跑去姥姥家借个高压锅来压20分钟，让羊肉做个高压18。压好的羊肉倒出，看着颜色，再遐想一下味道，是不是肚子都咕噜了几下？一边吃肉一边涮菜，巴适。